嚟到荷兰就梗系要去风车村感受一下田园气息。荷兰嘅一大特色风车屋，木劇喺荷兰系非常之咁出名，而喺木劇厂入面就有一个工匠示范整木劇嘅工艺。哇！呢只鞋咁大只，边个可以着得落呢？因乜解救成个风车村有咁香嘅芝士味嘅？仲唔俾我揾到源头？呢一间芝士厂有齐各式各样唔同味道嘅香浓芝士，俾大家慢慢试食，正啊！